灯塔守候，晚舟归航。孟晚舟今晚抵达深圳，灯塔守候，晚舟归航。孟晚舟女士在时隔将近1030天在加拿大的日子后，今天可以回家了。孟晚舟乘坐的航班 CA552 已经从温哥华起飞，今晚抵达深圳。因为孟晚舟事件得到了国际性的非常大的关注，温哥华国际机场方面开通了一个特别通道，给他从货物出口进出放行，以免有一些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发生，也避免了造成人群的聚集。